会，华语乐坛人在演唱会用风扇将自己最飘逸的长发吹出动感造型的歌手，很多人第一想到的一定是伍佰。没错，就是这位中年大叔。伍佰小时候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画家，他做过业务员，卖过保险，摆过地摊，直到有一次他看到乐器行的招聘启事，才凭借自己的能力一步步地进入了音乐圈。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浪人情歌》，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吧。静悄悄的飞逝，抹去我俩的回忆，对于你的名字从今不会再提起，不愿让悲伤将我心占据，让它随风去，让它无痕迹，所有快乐悲伤，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弃，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不会再是你，不愿再承受，要把你忘记。